各位早。哎，金总，从消息面看来，这公司并不看好。为什么建议这一支？啊，是的，经理，他们现在正与上游公司洽谈策略流，还有他们竹科厂扩建十条生产线。而且经理，你看新生产线每天大量的真人，还有根据我的调查，这出货量还提升35%以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自有办法了。还有工厂日夜赶工，产能增加47%。那各位，我们就推荐这一家，不要忘了马来西亚的生产线呢。大家都知道的消息就不算消息，我们深入解读，大信证券。